能量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去不要移动到前脚掌，你回不来了，因为我们摸出起飞，你再回来的话是很快的。Two and three 要回来了 ，Two and three， 啊，所以这里是脚掌 ，Two， 耶，下面我是去集中找到主力腿，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去工作。Three 也是一样，我之前说过，我们所有后退的时候，我们会放松我们屁股，对吗？然后就塌掉了。Two and three 到这里，继续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，啊。Three， 我下面想的是更多就是转，而且这个转，我会觉得这个腿的能量是向上。再到转换，下面这一步落脚也是一样，不是轻松的。前脚推动地板，这个地方叫做什么？叫做压力式，压力式睡着。压力式睡着，能明白吗？你是有压力的推动住脚的，不是轻松的落脚。教科书上写的压力式，有压力式睡觉，明白没有？